这里是台南知识官邸。啊，收下。OK， 比一。台南知识官邸，就是日据时代台南县长的那个官邸。日据时代哦，这很多老台南的人可能不知道。我现在拍的是正面。正面照 ，OK， 前面是台南就业中心，台南就业中心这是现代的那个建筑物，OK。